欢迎来到西敏小料理问答。西敏小料理问答是由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，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。西敏小料理问答，它包括了107个问答，它也分为三个部分：第一，导论；第二，人所当信的；第三，人所当行的。所以西敏小料理问答，它最早制定的时候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，所以呢，它的内容简短易懂，精简扼要，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，联合上经文的经义，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。愿上帝祝福你。今天就来到了第73问。第八条诫命是什么？回答：第八条诫命是不可偷窃。在圣经中出埃及记20章15节，经上记着说不可偷窃。感谢主。第八条诫命就分享到这里。愿上帝祝福你。